让我，你行不行啊？另外我都流血了，你咋还打？他自己乐意呀、啊！啊，我凭什么惯着他？李二四，我看你俩感情挺深啊，要不要一块杀？啊，李二四，你等啥呢？咱虎亲兄弟，二打一，那不讲究吧？那你回去等着我收拾你吧。来吧，俺来了。老魏，才发现这个007还是挺帅的。我早就发现了。干嘛春心荡漾啊？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啊？哎，015，要不然让飞行员也上去试试？飞行员才不会干这么鲁莽的事儿。007，二打一怎么样？随便。怎么样，015，你干什么你？没什么，同生共死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跟你同生共死。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？你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说，我跟你同生共死，又没说你和我。啊，这两句不一个意思吗？我求你了啊，别在这添乱。好，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要谈恋爱，下去谈去。谁跟他谈恋爱了？那你们干嘛呢？同生共死的。007，你少废话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。为什么？我不打女人。你怕了？我至于吗？你下去，换两个男人上来，你看我怕不怕？哎，大姐，你别跟着搅和了，行不行啊？015，你别耽误事儿。015，下来吧，快下来吧。哎呀，015啊，我求你了啊，别添乱，真的，让开，来，来，
们真够可以的啊！三个男人让一个女的先上，你还真打女人！站住！站住！行了行了，四个都打不过一个，真够丢人的。再来！住手！007，我看他们四个也确实不是你的对手。谢谢谢教员的抬爱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别一口一个谢教的，我也有代号，我叫蜘蛛蟹。蜘蛛蟹不好吃，你怎么不叫大闸蟹呢？少废话，要不咱俩练练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打女人。不过你可以挨女人打呀，要是你打赢了，我就改名叫大闸蟹。你们四个下去。啊，这是命令。你准备好挨女人的打了吗？你真以为我怕你？那就见个真章。那你别放，你别放黑龙。雨龙，坐定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是算了吧。你是教员，把你打太惨，不利于你今后的工作。哼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玩阴的，什么牲口有什么人质。